英国跑车厂 Aston Martin 正式公开全新一代 Vantage， 具有崭新的外形设计和内装铺陈，动力和底盘技术均全面升级，预计将在今年底前陆续于全球市场推出。全新一代 Aston Martin Vantage 外形上更为激进，具备与 DB12 相近的家族式风格，导入视觉感受更宽扁的车头轮廓，以及面积更大的进气格栅，营造出非常侵略性的肌肉气息。前保杆两侧设置进气口设计，搭配整合式分流器，带来更俯略的姿态，不仅强化视觉的吸睛度，还能提供更优异的空气力学。紧凑的车身虽然未能像 DB12 老大哥有着更优雅的姿态，但可以将双门跑车应有的性能气息发挥得更极致。车门略微上扬的开启方式，同时还采用无窗框车门的设计，以及平整化的车门把手造型。Vantage 标准配备21寸锻造铝圈，原厂提供三种不同的造型供车主选择，颜色和表面处理均有客制化的项目。刹车标配400公里铸铁碟盘和360公里通风后刹车碟盘，亦有碳陶瓷刹车列为选配，选用后者可携下27公斤的簧架重量。轮圈方面采用定制配方的 Michelin Pilot Sport 5，前轮胎尺寸为275/35，而21后轮尺寸为325/30/21。车尾设计和上一代车型相比变化不大，后保险杆和通风口造型变得更宽，双边四出排气管的管径也有加大，更能凸显其性能取向。车内方面标准搭载双 10.25 寸数位仪表板和触控萤幕。Vantage 是第二款配备 Aston Martin 新一代多媒体娱乐系统的车型，有完整网络连接功能，支援 Apple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手机连接。安座整合实体开关按键，包含换挡键、驾驶模式、加热和通风等。悬吊、ESP 和排气阀门、车道辅助和停车距离控制也有专属开关，确保可以直观的操作最常用的功能。另还标配 Bowers & Wilkins 390W11 扬声器音响系统，还可选配铝制双圆顶高音喇叭和 Continuum 锥形中音喇叭的 1170W15 扬声器环绕音响系统。动力将搭载经过大幅度升级的 4.0L 双涡轮增压 V8 引擎，最大功率达到665匹800牛顿米，搭配八速手自排变速箱，配合弹射起步功能，零横线 100km 卸线 H 加速 3.5 秒，极速可达时速325公里。